新社国小500多名师生庆祝121周年校庆。921地震发生时的校长也特地返校，对慈济认养重建百年校舍表达感谢。这是全球海内外慈济人的善心，以及我们所有师生家长的努力，这一栋千年希望的学校就从废墟当中呢又站起来。校庆典礼上，学童捐出部分活动款项，把重获新生的爱与希望持续传递下去。谢谢你们这些年的付出，我们长大有能力后一定会回馈学习你们回馈社会国家。学校都会办那个跳蚤市场，那么跳蚤市场所得他们就会把它捐成一部分来回馈社会对他们的爱。金额不大却意义非凡，从无到有，莫忘921，让孩子怀着感恩和包容的心再往下一个百年迈进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詹德全、蔡文玲台中综合报道。